萝莉啊。萝莉，对对对，我叫萝莉来载你啊。啊好啊，喂，我带两千个人上你车来，问老板，那是谁我？叫黑鹰萝莉来去载你。OK OK OK， 你等我，我去载你，你愿意上我的车吗？我萝莉载啊。你知道你们不是有几里了？一里、三里、四里、五里、六里是等什么里？十七里。啊，你看真的是有警察、啊，我差一点就。有警察，你给他看我的 FB 了，不要两千个人在那边等啊！你还在双里，我在七里问老哎。不用担心，那个飞机场我开的，我知道在哪里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去见这个博多，去的机场接他，还啰里啰嗦那边讲东讲西。你看看那个博多在直播着，我没有，我是 editor 来啊，来。No more temperature。OK， 没有 temperature 死了在这吧？啊，就莫名其妙。OK， 好，最近今天哦，这个这一场哦，挑战十块哦，肯定是有点 favor 啦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哦，有我们的李文在这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办法吃，挑战十块的。以后我看我要挑战哦，能够吃更多的了，不然的话哦，吃十块是吃不肥的，所以要吃多一点哦，没有办法。我在忙，你那边哦，扫出去，坐过来。这个美女哦，只是 baby leg 而已啊，还有我们要找食物的，然后看我的最强女友，哇，不止以外，我们还有阿奇在我们的身后，他打电话忙着，等一下再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呢就是来这一个多多啊。里面有 fried bread, mushroom, prawn, avocado, gambas, 上上的话是 mayo 的话是那个 lemon lime mayo, 这个是 black sauce, 拿起来了，这个 A4 肉，对，没有错。哇，什么味道这个炸鸡？那个味道只有吃下去的时候才会知道的，就是甜的那个包菜。美美的了，来，哎呀，这个笑啊 ，OK。这个你要吃这一道菜的话，你就要把那些旁边的食物全部掺进来搅拌它，再配着这一个一起吃。好，现在我们哦，就是有阿奇。这一边的店哦，是 Otto D Otto 阿奇的店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环境啊 ，Let's go， 哇 ，check it out。嗯，厕所也是很美啊。然后我们看阿奇现在哦。来跟我们做这个食物，哇哦 ，OK， 把所有的料，有点像罗家酱哈、哦，对，就是罗家，阿摩罗家，阿摩罗家来了，阿摩罗家酱，对，然后你要加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另外 ，OK， 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有这一个道菜，这一道菜是什么呀 ？Couple cabbage， couple cabbage， 都讲了才知道味道对啦。有多巴斯哥啊，就不一样啊。有的这个，我有照镜了吗？啊，要两个字出来了。它是那个传播的香气啊。它是不能这样哎，我老喂，不是肩膀哦。你要三八了肩膀。我还以为是肩膀，真的，我很单纯的，对吗？我老喂。有这么大力的气场，看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看那个火天，哎呦，等一下，那个、哎呦，你看那个火，我老喂，我老喂，哎有火没哈？冲着看到火，来了，面来了，面炒好了，表演了，你们要上来搅拌吗？不用了，你讲，上来搅拌，你来搅，我帮你，来，来，这样炒呢、啊？因为我们其实在楼下，我们用那个火，就是给它melt掉那个气势。哦。旁边一点，不要在中间。等一下那边一个洞哈。对，没有错。嗯、啊，对。哇，很嗨搞哦！你们要靠来呀、啊，啊，要拍。可以摸一下这个。可以的，摸旁边好了。哎，这个气势可以用多久啊？就这样子。你刚刚有放一点酒，不是？你刚才讲的话是在上面，楼上上一楼的啊。哦，上面楼。对呀、啊，你到底有几层楼？要多少个楼 ？Confirm， 他是住在楼下的 ，OK， 啊，因为他要很常讲楼上 ，OK。我是食物上面。哦哟，不错哦，这样看哦，好，这一个哦，真的是重哦。哇，哦，热，气势，搞出来的。用马雕，那些分的马雕的。来看看那个楼上的菜好不好吃？来，哇，有那个。
哇，真的是顶啊！啊！哇！什么？这个是应该是还没有吃过啦，估计应该是这里的。真的是好吃。赶快再加五十啊！可以。好吃，可是很多人有些好像本地人啊。其实这个是什么？是鳕鱼。鳕鱼啊，上面这个黑鳕鱼。配什么料？配这个上面一个是这个味增腌的这个是萝卜这样子，然后这下面是那个。很久把它这一个的穿进来是。哇，它咖喱的味道。它是日本咖喱。我不曾吃过这种咖喱。还有一个。放哪一个？放在汤匙。哇！再来一口，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，现在再吃一个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吃哦！很好吃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是那个tenderloin。tenderloin。哇哦！这是它的羊骨去的烧烤。哇它的牛的部位在哪一边？对，罗菲利在楼上。在楼上啊？它就一个一条哎。脊椎骨那边的。脊椎骨的不算。哦，不算了。不清楚了，下一次我们。当然是两次。这个叫什么 ？Morio mushroom 吗？听讲是很有价值的哦。哦。哇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个 mushroom。沙里面做。最软的肉。我们再煮一。真的最软。酸了，这个是 cream cheese with mixed berry 在楼上。Okay. 对，然后这边是有那个 muffin。muffin。嗯，对，这个是 muffin。哦 ，OK， 好了，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了。那我们之后呢就是聊聊天、拍拍照了。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，大家在直播里面呢沟通交流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一起同台直播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们下一集影片见了，拜拜。